咱去吃啊，啊行不行？要小心，我请你们。哎，不用，那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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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今天我来，咱们出去吃口饭。大眼睛、小眼睛，不像我们这小眼睛，怎么丑怎么丑了？你们也夸我们阿姨。哎呀妈呀，笑，心里都乐开花了。哎，这一天就没有愁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心态好，就没有愁事儿。快走啊，这么客气。一进饭店门啊，张阿姨还没等大家坐下来，就拿起菜单开始点菜了。师傅，喝不两个，能喝能喝点吗？喝吧，我不能喝。我叔喝不喝？喝。喝我不喝。你喝啥呀？那你就有那个白酒有吗？有小瓶，有粉装。下边有，你看。小瓶这二两的，小瓶那行吗？二两的。喝吧，喝点。你愿意喝，那喝点行。可我挺喜欢人那个男人，就是喝一点酒的。你说啥呢？一旦有点什么事儿了哈，互相的交流交流。社会人，社会人找着自己亲。哎呀，你要白天晚上来我家。那他不上大桌了。你买这玩意儿，我给你来呗。来，给我打电话，还得我请你啊。对呀，那我随便给你。就是那天晚上打完麻将。他没有零钱的，请我们吃的羊肉串，好吃。我看看你，说你喜欢打麻将？嗯，偶尔的打打。没事儿，有事儿了就不能打了。做买卖啥的，干啥的不能打了，没啥太多的要求。还行，我感觉，反正我感觉还行，不知道人家怎么样看法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演员是主要的。虽然这各方面啊，双方还都挺合适的，但最后于叔还是表示这演员啊还是第一位的，双方还是更适合当朋友。于是双方互留下了微信，于叔啊也坐车回了延吉。啊，像曹主似的。高吉华59岁，林业局退休，退休金1870元，离异，住房面积64平。你儿子一般，一般，一般。还可以，反正个儿啥的都还可以。他能把那个叔叔和阿姨觉得帽衫，也是因为就是阿姨平时喜欢登帽衫，然后喜欢运动啊，然后叔叔呢也特别喜欢的运动，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出去溜达走什么的，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是在这儿咱们正好见见，而且边溜达溜达完可以了解一下。那个是何楼八家子的啊，你八家子的，完了今年59。59，退休好几年了，但是工资不高，林业局工资都低，开1800块钱。我家在这个网通小区，中央学的南侧，南侧那边有个人民路嘛，人民路的这个过道南，那是网通小区。你家房子那么大呢？嗯，90多平方。90多。两室一厅，三楼，四楼。阿姨家多大？我家小，64。你家中间户还是别人？我是一单元的东西侧。那是一单元的。一单元的西侧，完了我小孩是东侧。啊。跟你女儿挨着，挨着。哎，那挺好啊，天天做完饭就去吃呗。妈现在搬哪？搬那个市中跟前。离你远了。他那个啥？那楼上楼下多好啊！妈做好饭了，走，爸爸上楼吃饭。孩子在那边上学，离近吗？近。搬市中跟前。